这个死囚口中吐出的不是飞虫，而是狱警保罗体内的病魔。原来保罗此前患有严重的膀胱病，不仅小便的时候都十分痛苦，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，这病在那个年代是很难治愈的。保罗也只有每天这样浑浑噩噩活着。这天剧烈的疼痛让保罗直接倒在了地上，看着痛苦不堪的保罗，死囚科菲示意保罗过来，可当保罗走上前时，科菲却忽然一把抓起了他，另一只手放在了他疼痛的位置。其他的死囚以为科菲要杀保罗，吓得大叫，但保罗却没紧张，他感觉一股能量正进入他身体，随着能量越来越强，墙上的灯都炸了。科菲放开了保罗，感觉身体忽然舒服了。保罗诧异地看着科菲，这个之前还健康的黑人表情忽然开始痛苦，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，一群飞虫一样的物体从他的嘴里飞出，然后又消失在空中。保罗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震惊了。说完，疲惫的科菲就睡了下去，半信半疑的保罗也赶紧来到厕所。随着清脆的流水声和久违的舒爽感，让原本表情紧张的保罗放松了，这简直是奇迹，多年的顽疾就这么治好了。晚上兴奋的保罗还想验证一下久违的和谐夫妻生活，让保罗更加坚信病真的好了。第二天夜里，保罗带着妻子做的甜点来找科菲，科菲接受了保罗的感谢，善良的他还把甜点分给了其他狱友。而科菲不知道的是，这份甜点不仅仅是感谢，还有保罗深深的歉意。因为在早上的时候，保罗曾找到科菲的律师，把他在案卷中所看到的疑点以及他对科菲的判断都告诉了律师，希望能帮到科菲，但律师的回答让保罗也没有了办法。Well, in many ways, a good mongrel dog is like a nigger. Is Coffee guilty? Yes, he is. Don't you doubt it? 是的，这就是大多数人眼里的科菲。就算科菲有可能是无辜的，就算科菲有着神奇的能力，在这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，除了保罗，还会有谁能相信他呢？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所相信的，眼前的这个黑块头就是该下地狱的恶魔，就是杀害女孩的凶手。 All right, going to rest, murder.